尿嘎满脸络腮胡，伸出锐锐地的爪子。漫威迷最爱的英雄金刚狼再登大荧幕。The world is not the same as it was. Mutants. They're gone now.最后一次出演罗根，金刚狼的修杰克曼疯爪之作，风格忠于原著设定，跳脱超级英雄的框架，而台湾更抢先全球的3月3号228就要上映。大黄蜂一挥拳就往柯博文脸上打，变形金刚五最终骑士再释出30秒新预告。My maker, I...更多的战斗片段，究竟柯博文为什么要和大黄蜂为敌，不止让影迷相当好奇，更增加话题性。电影即将在暑假登场，新预告登上超级杯广告，也让人直呼真是大手笔。记者林梦昌、罗香台报道。